第三个星期在 LCCS 的学习和生活，我觉得它就是跟国内的文化很多都不一样，课堂氛围比较活跃，然后比较有活力，然后 课外活动比较多，然后就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比如说音乐、艺术、戏剧、体育都可以选择，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有选择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这种有挑战性的活动。Hi, Dennis. Dennis, how are you? Well, we learned we're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do this. And you should have something looks like this. You gotta shoot. You should. Those numbers got numbers.你不去主动去融入他们一个学习环境，你是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学习的，要自己去调整自己一个状态，你要和他们一起去，比如说这个问题你不懂，你可以去问他们，他们会直接给你解释。现在来说，当时是第一年参加了合唱，但我现在第一年现在是合唱，然后戏剧，然后我还在打橄榄球。其实我是蛮建议，如果你们刚来是多去参加一些东西的，因为你不去参，你参加这些东西，因为朋友就是从这里面产生的。你不去参加这些东西，你不会有，我感觉你不会有非常多的朋友，因为你整天就是上课下课。We are here.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Yay!